就这个吧。要不要有个什么 intro 那种，像刚才那样子，然后再来？那可以，就是，那就是 one two three four。看不来，不来，不来谁？让不管住在你 all night。看不来，不来，不来谁？让不管住在你 all night。看不出路的爱，让你走了也。师傅辛苦了，德哥 ，OK 吗 ？OK。哦，这么幽静的地方，很漂亮哎。对呀、啊。很大一栋。对呀、啊。欢迎后米回家，后米之家。哦。好事发生，古星高照。嗯。吉星高照啊。吉啊。吉啊。哦。哦，这是他们每个人的名字、啊哦。哇，这一栋这么漂亮。这个房子也太棒了吧！盖一个这种房子太厉害。哎，已经有人在唱歌了。是饭店里吗？他跟着你吗？不过现在吗？不尽管跟我走不出口他不来不来。有吗？有吗？他们听不到，现在他们在唱歌，听不到。非法闯入。非法闯入什么鬼啊？闯入。要密码吗？非法闯入。快乐老友记，张信哲、黄品源。非法闯入。啊！开门。阿荣也擦了眼干。是吧？类似于这种。来了吧？是有按门铃吗？不，这是来了吗？是。等一下，该来的总会来的。来了！哇！哎，楚辰，楚辰，苏醒。哥哥好，好了，对，哥哥好，哎，哥哥好，哎，好，哥哥好，请，准备，对，one two three four， 来，我帮你们拿，来，没关系，来，我来 ，welcome， 看不来 shy， 哇哦 ，one two three。不来 shy， 让古怪住在你 all night， 你问我管不住，他跟着你漫步，我现在漫步，情到跟我读不出个单词。不来 shy， 越不该无奈的独白，以为虚度的爱，让夜色把月光，心里某个地方，那么亮却那么冰凉，每个人。上想隐藏却欲盖弥彰，亮哥离开你是真是对是错，是开放是软弱，这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？
始终解脱，为什么还要眷恋在我心窝，那么爱你为什么。 Two, three, go。 看不来不来不来晒，让古怪住在你 all night 里，我管不住他跟着你漫步，我现在漫步尽乱跟我凑不凑个他走，不来不来不来晒，也不该无奈的独白，因为虚度的爱让颜色的掩盖躁动的痛快、yeah、欢迎哲哥平原哥光临后米之家，欢迎坐坐坐坐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哲哥。哎呀，对，哲哥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哲哥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太好了。来，坐坐坐坐坐坐，先坐先坐先坐。喝点什么呢？有茶有咖啡。咖啡。好，生哥，手冲咖啡。好，来来来来，好，我来冲，好。生哥，你这样，生哥，你指挥我，好，可以啊，对对对，远冲远冲，哎，你的任务，你先带着哲哥你们去看一下，参观一下，我们再冲咖啡。哲哥，要不姚哥，要不要我们一起先参观一下我们这个家？好啊，咱俩带着这生哥反正参观一下我们家。那主持人就交给你了哈，咖啡。没事，你们去逛，麻烦你。不会不会。那我咖啡要加那个奶牛奶，不好意思没有，只有黑咖啡。刚才不要客气。先从我们这个主要的这个音乐厅开始。对。那我们第一季不长这样，那这重新又做了一个调整。对啊，我看你们之前一堆人都挤在，对，挤在一个小的地方，然后这就大了很多。哇哦，然后这边就是台球桌，然后这个台球桌就特别有来头，它是丁俊晖送我们的。哇，那我下次送你们一个网球场。模型。啊，这还有一个我们共同的记忆，这里哦。这是我们一起那个节目的，我们在这儿认识的。对，哦，那个记忆犹新。对，对啊、那是应该是那一年我们最热血的一个节目了。对对 对, 对, 对。然后在后台听到哲哥唱《且行且珍惜》，就是泪奔，爆哭，爆哭。对对对。且把泪水轻轻拭去，期待再相遇。你那时候刚失恋了。不是，且行且珍惜啦。对对对对对，这个是蔡老师送我们的这个春晚。对，你们也上春晚啦。对对对，厉害厉害厉害，真有含义啊，春晚。说到这个伴手礼啊，有伴手礼，有伴手礼，有的有伴手礼。不会是？因为我知道你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吉祥物。哇，好棒啊！哇，自己来认领。这是你画的吗？我画的。这是猫头鹰。猫头鹰。猫头鹰是我。哎，你看，哦，张老师画的猫头鹰。好，我好期待。这是恐龙吗？这是恐龙吗？这是恐龙吗？来，又是 Tiger， 谢谢谢谢哥，哇，好好，这好好，这哲哥自己画，对，还抓了，还叼了一个，还叼了一个花，玫瑰花，不是，就是爱情鸟，没有树叶，树叶，那就是我了，是的，谢谢哥哥。来来来，真哥来，谢谢哲哥。哇，你是什么？真的是什么？鲨鱼吗？鲨鱼，鲨鱼。嘿，可以。太好了，这个哇，谢谢谢谢。哎呀，要能签个名更好了。这个晚点的时候，我找您要个签名的。哦哦，好好好。张信哲送的，把我放 C 位。好好，你 C。这个场景我有梦到，真的假的？我在想要带什么伴手礼的时候，我就想说帮每一个人画一个东西，
就是您的 idea， 然后就是刚好哲哥执行了一下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我不是，不是，我们心有灵犀，好不好？心有灵犀，心有灵犀。这个是猜猜是什么？这个呢是我这个啊精心引进的。就是我婚礼的请客的茶，很香的茶，很香的茶。哦，哇，好，哇，生哥嘴角 AK 压不住啊，精准打击，谢谢大哥。好，这边看完了，这边请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参观房间。我比较有兴趣的是这边。这边是厨房啊，看你们吃饭都对啊，觉得好好吃哦。对呀、啊，哇，这个拌的真的好牛，太好吃了，舒服。嗯，然后我们刚吃完午饭，不好意思，但是元哥吃素，哎，没有，我现在随缘了，今天赶上什么就吃什么。哦，顺其自然。唯一一个不吃就是我只吃兄弟菜。兄弟菜啊？什么是兄弟菜啊？兄弟菜就是不辣的。什么叫什么东西？嗯、啊？不辣的。不辣的。Brother你输了，慌了，他慌了，他慌了。没事，因为我们吃菜的话也是要一轮一轮的吃的，分轮的。啊、哦，对，然后是不是？就是吃菜是 friend 的嘛。可以，怎么样？挽回一城啊！哇，燃起来了，火药味上来了。平原还是第一名。哇哇哇！来，这上边请我们的休息区，对对对。然后刚好跟两位哥哥说一下，我们昨天是一起去了家具城，每一个兄弟都自己有一个固定的预算，然后自己挑自己喜欢的家具和布置啊、嗯。所以房间就是各自有各自 DIY 的风格。哦，我跟胡子去房间比较狭长一些。谁睡上铺？没有，这个上铺是我做的一个打歌舞台。哦，就是比如说发了新歌，可以在这个上面打歌。我刚刚出新单曲，我可以啊，我待会儿给你写上。好，这个是苏醒的这房间啊，也比较简单。这个我主要是希望它这个灯啊有一个。好，他自己要来了。一二三，哎，氛围感，哎。你快把你的收拾一下，你先跑过去吧，收拾一下。哎，那个人赶紧去整理房间去了，偶像来了，他整理房间吗？谁？谁还整理房间？什么情况？是谁？来第二间，哎，就是呢，是这样子，这怎么了？就是这样子，还没弄好，我们昨天搬过来，就是昨天把一些就是，对，然后这个为什么呢？就是它是有个一体化，怎么？有个一体化，它就是。你不要解释了，这就是你在偶像心中的形象吗？偶像是这样，是哦，主要是这样，偶像是主要是这样，打开 ，OK， 这是我们的就是阳台房。这个阳台没什么好看的，我比较想看房间，还有房中房啊。啊！
他们两个他们越干越新，这是我的房间，多干净多整齐啊，对比出来了。我这我好的，我觉得我们看下一间吧。没有谁能忘记从前的情。楚生就是你看很稳重啊，古色古香。楚生呢，就是一个那个洁癖啊，你看东西都要放得整整齐齐。其实甚至可以拿走一些戒指，先交换几个。交换戒指。哎，不行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这个。你看，我这边什么看？我这也是在整理，是一样的。哎呦，所以你也喜欢睡上铺的？因为我大学没有读过那个就是学校的宿舍的生活，其实我想体验一下这样感觉。哦，那我们就直接从亮哥的房间走这个外面的讲台，走吧，我们走过去吧。可以。啊，这个还是很舒服的。晚上拿一个摇椅在这边一坐，哎，喝点茶，很摇椅，看着这个景，聊聊天，看看湖啊，看看树啊。而且现在是这个春天的季节嘛，这个青山铺到处都是这个绿色的植被，就很好看。哦，这个叫什么？瓢虫，这叫瓢虫。有，这是瓢虫。哇，你可以，哇，你会自己拿的？会。不是，瓢虫，放它自由。哦，真的。哇，拜，希望你有空再来玩哈。哦，摔下去了，这摔，这个祝福，他摔着了。我忘了他还没苏醒。对个，快快！不行，评论哥这个一来这个，哎呦，这个状态太好。我看你们玩游戏真的玩得太夸张。哲哥是真的看节目。有，我看节目。评论哥，你猜对面那个屋是干什么的？哎呦，对面那个屋偷拍你。真的，我们的 follow 的摄像都在里面，现在就这里边都是镜头在拍我们。哦，太棒了！对，啊，来，哇，这可以上去吗？这里可以，这里就很舒服。太阳好的时候，我还在这儿睡过午觉。哲哥可以感受一下，小心，对。哇，随便在一坐，你看，在那边坐一下，是不是？对啊，青山绿水。啊，这个地方好棒啊！这边就是一个小乡村的，但其实它是有很多生态，一应俱全，就什么都有。哎，那块地还没有人盖，我可不可以来那边盖一栋？青山铺特别就欢迎大家。这也算我们拉来的投资了。投资呢是其次，我要来这边分享快乐。哦，下面就有一块地是王栎鑫的，就是那块地，他已经开始种辣椒了。那不 brother， 不 brother， 不 brother， 不辣的，辣椒，辣的。上面还有一些网球场啊，真的有网球场？对，就是山顶上有。亮哥去过了吗？亮哥之前没有去跟我们打过网球，因为他觉得我们里面他找不到对手。哎，那肯定必须的啊！凭我跟亮哥的技术，客厅就可以打。你看看，但是我们那个吧台的玻璃跟玻璃杯要小心。哎，森哥不在啊。哲哥，哎，冲好了咖啡。Thank you。我都怕凉了，因为室内温度比较低。你看一下会不会酸哦？OK 吗 ？OK， cool。哦，可以吗？生哥这个好啊。你看，喝完生哥的咖啡就会生咖。神咖，张信哲哎，对啊，天哪，张信哲，妈呀，我的妈！哦，对，还有这个，哎，可爱的东西，Alan，这个谜题，这个时候一定要揭晓一下，哦，好重要。我们今天从昨天想到今天，就我想的，比如说我正在学习你的。
起床了，张远。我是这么想啊。对，就是。我破解的是啊，我正在休息，你都去录了，张远。这个门正，这个表情就你前面是不是我正在休息？我正在干嘛？我正在学习，肯定是学习。是吧？但是这个 Q L L 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那个字其实是有玄机的，玄机 Q L L 对不对？你如果往前勾就是 G， 往后勾就是 Q。G 它是 G。我正在学习你的歌罗拉。